熟了啊，大姐。孩子们想吃啥？想吃啥，闺女啊？吃小的。吃小龙虾。嗯。好嘞，问叔叔阿姨要个双击。快，小红心关注一下，是吧？哎，孩子有点不好意思啊。叔叔阿姨给个双击吧，哈，给孩子一个双击啊。来，儿子想吃啥？大龙虾。想吃大龙虾。嗯。哎呀。要个双击，叔叔阿姨对我爸爸双击吧，这就这个吧，真棒。老铁们，我给你们抱个头吧啊。喜欢老铁给个双击啊。想不想吃？不想吃啊。老铁们，海鲜一咬锅，葱姜蒜下锅，喂，大螃蟹哦。海螺半斤一个了，老铁，大长腿哟，真王啊！海洋大虾，哦一会儿一咬锅啊，香醋放点，料酒去去腥啊，老铁，老抽上上水，先把盐啊，再加点水啊。感觉有食欲，老铁给个双击啊！下视频马上开喽，给个双击。今天来吃葱筒串，先来个海带啊。最爱吃的肠，牛蹄筋儿。一碗海鲜面，先来口面啊！来口爪子，好吃真不是吹的啊！慢慢一小锅熟了，就你最爱这上面，我就搂你了，称王啊，一大把，一口搂了，乖的，真过瘾啊！龙虾，先把这个屁股把它解开。会不会吃龙虾？龙虾那样吃吗？那你说怎么吃？哦，龙虾肯定不是那样吃。你问问你们家老铁怎么吃？解开。你们家老铁告诉你，干姐们吃龙虾是不是这样吃的？我们海边就是这样整的，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吃。这个肥肉特别肥呀、啊，一口闷啊，干姐们，加点，加点辣椒油进去。哇，过瘾！哥俩们，双击，干啥？撸它！今天闲的没事儿了，吃点小瓜子儿。
慢的，味道不错啊。双击关注，来一个大面膜，今天来一个狠一点的吃法，配上火腿肠、辣椒，来点辣椒油，哇，辣椒面够不够狠，老铁们？这么拼就为博得你们一个双击，既然老铁能不能赏我一个辣椒？啊，辣椒咋那么辣？给我一个双击！羊蹄儿，来只鲍鱼补一补啊，越辣咱家老铁才会给双击，来上个火鸡面料。铁龙羊好，小炸弹，这样吃特别爽。称王，捞起来哈。今天大杂烩啊，先吃个猪蹄儿。